这里是老王，这里是老公。今天是来自贝尔妈妈的投食，很经典的八拼千层。对，然后还有新品鸡爪子，新品鸭锁骨。嗯，然后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很大的福利。对，这次福利还是挺大的，请看下去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开动了。嗯，刚才为了吃这俩卤味，还配了一碗面，我俩煮了一碗乌冬面。算了，不给大家展示了。虽然这面看着不咋地，但吃着应该还行。主要是这菜，我俩放了半颗圆白菜，比结果比面还多。被你软了。嗯，忘了。我俩来尝一下他们家这个新品鸡爪子，酸辣无骨鸡爪，看着挺得的。哇，好浓的藤椒味儿，还挺好吃的，酸中还带点甜。这鸡爪不赖，它那个辣椒辣。嗯，小姐姐说这个鸡爪拌面绝了，是很清爽这个。嗯，这酸味开胃，骨头去的贼干净，好吃。这鸡爪挺辣，挺爽的。嗯，有请下一道下酒菜。靠，够硬的。嚯！甜甜的，有点粥鸭的意思，感觉有点酱香味儿。你说腌的贼入味儿。适合嘴无聊的时候吃。嗯，我觉得这俩都挺深得我心的。嗯，也不用担心油腻。这鸡爪不够湿吗？营养配餐加个蛋。嗯，那尝尝甜品，重磅。我俩就随机来了先，就他吧，不用提。那你就定了，说的不是芒果蓝莓就是芒果，有点难，是难的。没想到老公是这么切的，拉锯式。没想到冰干，老狼已经解冻多长时间了？九点半拿出来，现在下午两点了吧？嗯，还冰茶吗？我感觉冻了一下还挺好吃。嗯，它冷冻完全，嗯，输了啊！冷冻可有点推荐啊。我可吃完了。我说输了，他没 get 到我的点，就有点冰牙。您说味儿，有点忘了。芒果味儿很淡，主要是蓝莓的味道，蓝莓奶油的那种感觉。哎，我还挺推荐冷冻吃的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啊，果然一吃甜品就气氛又上来了。应该是草莓。出门。我这个草莓酱好足，片片。啊，酱都辣这儿了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酱都辣这儿了。嗯，它这里边草莓酱是带果肉的那种，奶味还挺浓。它里边是不光有千层奶油，还会有一层薄薄的蛋糕。我觉得这个果肉挺好吃的。嗯。
然后草莓酱是稍微偏酸一点，酸酸甜甜的。冷冻过的奶油也太绝了。还有蛋糕体，虽然挺薄的吧，但我感觉就是让这个口感会更好一些。嗯，本来蛋糕是有点甜的，但是加了草莓酱就没那么甜了，酸甜口了。就在直播间买的新款的维他叫冰柠檬，觉得李佳琦喝的可香了。怎么非常普通的冰红茶，喝一下，我感觉就是稍微没那么甜的维他。嗯，来，有请下一位。下一位，榛子巧克力。之前说吃不了的担心都是假的，我俩刚刚说今儿还有面呢，估计是蛋糕吃不了了，装什么呢。我们肉眼可见的肉都长在视频以下了。对，就是我俩就是不太爱长脸，不要长在肚子和腿，跟肚子现在小锅似的。嗯，巧克力味好浓啊，这好吃。它这里边是巧克力的千层巧克力的奶油，嗯，和榛子巧克力酱，还有巧克力的蛋糕。这巧克力味儿挺醇厚的，我觉得还能吃着榛子。嗯，绝了，新世界冰激凌蛋糕。对，真的有冰激凌口感。嗯，好吃，跟巧克力的好吃。嗯，冰激凌坚果，下一个，这里面是真的冰激凌。主体可能就是香草的味道。我还没吃着冰激凌呢。你今儿怎么吃的这么慢？小饭量。强调一下，小饭量跟吃的慢不是一码事儿。这里边也是可以吃到的坚果，然后最下边应该是红丝绒蛋糕之类的。红丝绒味道很大。我一直好奇红丝绒是什么东西。是色素。我今天真的比老公吃得快。行，我吃面，一时赶不上老了。我俩还想着会腻，完全想拿点鸡爪子解腻，然后吃上蛋糕又停不下来了。但是吃五盒蛋糕都没腻。是一个八拼说自己会腻。吃这个抹茶红豆，太绿了。我也要说出点什么来了，这可太绿了。抹茶味还挺重，嗯，带点苦。红豆是蜜豆的那种，它这个抹茶味挺清新的。嗯，他们家优秀之处就是在做一个口味，就是从里到外，嗯，全是这个味儿。它这个蜜豆特别绵，不会齁甜的那种红豆，经典搭配，绝！你这怎么吃这么快？我也不知道，撵不上啊！我觉得就这么点，你两口应该就进去了，我得吃三四口呢。不知道，我可能吃四五口吧。你是牙受不了了，老了，饱了，老了。哦，吓我一跳。我寻思人他要饱了，这仨都是我的。老狼一时欣喜都没压制住。饱了。这鸡爪子是真的好吃的。它比泡椒凤爪多了几丝酸甜，特别 Q 弹，每一口都在像在吃掌中宝似的。对，我觉得这次的福利是一共抽五个人，我这边呢是弹幕和评论各抽一个小伙伴送这个同款鸡爪，贼好吃。这个我俩一致好评，这鸡爪真的很好吃。三个抽奖的是小姐姐在微信抽，一定要记得加她的微信去参加。一位送这个同款八拼千层，然后另外两位送这个同款鸡爪，一定要加他微信。对，我俩这次是没有收推广费的。其实最近贝尔妈妈的推广其实挺多的，那我俩就是选了一个粉丝福利最好的，对，纯是奔着大家的粉丝福利接的这个。嗯，比较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俩就是接，虽然接的推广不多吧，但一般都是以粉丝福利多为主，就是看粉丝福利，我俩再决定接不接这个推广。就是还是挺感谢大家的。然后老狼歇会儿别嚼了。
我一人八八的，乐死我看我讲到真情深处，老张嘎一嘎一跟那嚼这个。我俩近期呢想安排一期 Q&A， 然后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，感兴趣的话可以弹幕或者评论留言，我们俩收集一下，嗯，争取能凑够一期，然后给大家录一下。说以后也会出，就发一个动态，收集一下大家问题，还有微博里也会发一下，嗯，大家就是可以提问一下，给点面子好吧？最近一定会高产的，库存大王。本来以为疫情期间我们俩库存撑不住了，结果我俩现在库存越来越多，还至少10个库存。老公现在已经成专职剪辑的了。咬太大口了，在嘴里没说嘞。你生吃柿子？嗯，蘸酱。我当时我奶给我带了一肚子彩椒。上学我奶给我带一肚子彩椒，一天洗一个。这是都没见过上学带彩椒。来下一个老铁，芒果的。哇，芒果肉极为柔软。芒果肉极为柔软。它这个果酱还挺还原那个本身的那个芒果的味儿的。抹茶奥利奥。哎，给你抹点奥利奥。对你好不？这奥利奥还带点酥。这抹茶味儿。和巧克力味儿还有那个奥利奥味儿就能分明的尝出来，就谁也不盖过谁的那种感觉，口感贼丰富。这种这边奥利奥还挺神奇的，就居然保持它那个脆的口感，主要可能因为你冻上了。最后一块了，这个是红丝绒，然后里边是樱桃，还行吧，果肉有点酸。很淡，这整体的味道都比较淡，就是主要是那酸甜的那果干味儿。感觉吃了一个六寸的冰淇淋，我觉得老公啃上黄瓜那一刻，都坐在东北炕上的感觉。那时候我和老狼上课上学，也是高三，我妈每天给我带一那大苏瓜，老狼回家跟他妈说了。他妈也开始每天给他带那大苏瓜，开始是我带苹果，然后老公开始带苹果，嗯，之后一回三一回大。你知道我妈那苹果多大吗？一斤一个，我真没夸张，一斤一个，跟大手雷似的。所以老公这吃饭速度是练出来的。你说大到什么程度？我吃饭这么快，你一口间10分钟，那一苹果我没啃完呢，就嚼到我都累了。那苹果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。记得一定要加小姐的微信。对，我这期就到这儿吧，拜拜，拜拜。